夏季赛还打吗？肯定打呀，不打退役了吗？在哪打？在 LPL 打。哎，也别骂，别骂人家呼吸，人家是我兄弟，别搞啊你们。冷云松说莱尔特行，我也觉得莱尔特行，但是你们一直在冲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现在在冲那个呼吸，没必要。会再见的，我不会退役啊，大伙儿，我没有退役啊。哎，别管主播在哪，我只能说主播有工作的，别担心，只能说这么多了。希望 ZDZ 和小何无论在哪里都要加油。二四春微博已经做到了能做的一切，感谢你们的付出。这不是经典斩杀言论吗？没道理，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是也还好。如果就是假设我走了，假设就现在都在传，假设我走了，对吧？那去哪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不要就是听串了你们可以说资本丑陋，但是 WBG 真的不丑陋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，真信我一句。但是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，爱信不信。RNG 发不发得起工资？你问 RNG 的呀，你问我干嘛呀？我有没有去过 RNG？ 评价是 Light， 我说了 Light 挺好的，没人信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，我就这么说一个道理啊。我说 Light 行，刘云松那天也说 Light 行 ，WBG 也相信 Light， 丹尼也相信 Light， 那谁都相信 Light， 就你们不相信 Light， 那还能说什么呢？那我们全是傻逼，就网友最聪明，是不？这不有病吗？天天 light 不行 ，light 不行。伤转低那个是数据是片面的，你懂吗？就数据它是一个片面的东西，它不代表全部。能不能懂啊？我的数据它完了盘鸟。玩这种英雄那伤害肯定高呀。对啊，那多玩了几盘兰博，你说我一直玩什么奎章提什么乌迪尔，那我那伤害能高吗？对吧，伤害是刷的呀。